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好吧？它是个5到7岁的游戏，我8岁玩的，我没通关。蛇窟，不加的加。的游戏，谁占的格子多，谁就赢。什么？丫丫和蛇精轮流在方格的四条边上摆放这是物八品。岁玩的吗？若方格的四条边中有3条边已有物品，那么第四条边轮到谁摆放，谁就可以占据这个方格。OK，来吧，我看啊，我要站格子，OK，那没问题啊。那我要站中间，等等，我放这儿，他又占一格。游戏中，你代表丫丫来和蛇精对弈，展开占哦格子的游戏。，OK，我等等啊，我等等啊，我放这儿，他就站这儿了，我放这儿，我赢不了了。等等，我发现问题了，我好像赢不了了。等等，我怎么赢啊？怎么回事？哎，能重玩吗，哥？咱俩刚才什么没有发生，行不行？啊？哎，小东西，哎，我这个是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游戏中，你代表丫我丫不来能和先走蛇第一精对步，弈。要让他先走，然后我走。不对呀、啊，我放这儿，他不又赢了吗？我放这儿，我放别地儿。OK，我放这儿。哎，这怎么玩啊？为什么我就占不到格子呢？我放这儿，我放这儿，不能放这儿啊！不能放这儿，这死了。我不能放这儿，我放这儿。等等啊，这怎么玩啊？我不能放，我可以放这儿吗？我可以放这儿，我可以放，我不能放这儿了。我可以放这儿吗？我不能放这儿。哎，不对吧？这蛇怎么这么聪明啊？哎，这咋玩啊？哎，啊，我知道了，目的不是让谁占格子，其实格子谁也占不了多少的，就是运营找他的破定啊，破绽，就是看他有没有下到哪里。我下这儿，哎，喂。下这不行，这也不行，我死了。这我还能赢吗？哥，直接赢了算了。再来，咦，我第一次见到我自己的表情。好，我的机会呢？哦，这里可以走吧，这里可以走吧。哎，再来。这算本是局进步，蛇，大进步，好吧。哎，让你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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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一把，让你一把。这是我的，对吧？这是我的，对吧？没有我的了，对吧？这是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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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没有我的了。哦，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哎呦，我没了。
还有吗？还有哪里？咱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从上往，从上面五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十五，一到二十五的坐标，好吧？一号是最上面那一块，现在咱们在哪一块还可以用？这里吗？我看一下。我真找不到了，真的。十二的下面。哦，我可以吃这个，我可以吃这个，我得让他一手了，他得让我一手。OK。然后我开始我的操作。不对，不对，这边让给他，这边让给我。够了吗？本局丫丫获胜。哎呦，你想再玩一次吗？啊、我终于赢了！我不想再玩，我再也不想玩了。小姑娘，你真行啊！行，我说话算数，你们过去吧。我的主人皮。